球上最吵的五种声音。一、摇滚演唱会，120分贝，人正常说话的音量在60分贝，当音量超过110分贝时，人们听到的响度就会翻倍。美国一个摇滚演唱会上，音量甚至达到136分贝，天花板都被震下灰来。二、吼猴，140分贝，嗓门最响的陆地动物，声音可以传达3至5公里。当遇到不同家族的吼猴时，便会展开一场疯狂的吼声大战。三、枪虾，200分贝，自带手枪的神奇动物，利用自己的大螯发出气泡冲击波，可以击杀1.8米外的鱼，而真实的枪声平均才150分贝。这一击还产生4500到4700摄氏度的瞬时高温，与太阳表面的温度接近。四、土星5号火箭，220分贝，发射的声波会瞬间震塌附近的建筑。后来安装了噪声抑制系统，在火箭发射时将400多吨的水倾泻在发射台上，声波遇到水后被空气中的水汽吸收并加热，这样声波的能量就转化为了热能。五、哈拉卡托火山，310分贝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爆发，四声波围绕地球转了4圈，64公里外的水手耳膜都被震碎。这次爆发使地球平均温度降温0.6摄氏度，释放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13000倍。说说你听到过最吵的声音是什么？